健康源自水洗，呵护来自点滴。顺洁，以智能科技让生活更加健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宁波顺洁卫生器具有限公司，18年专业智能坐便器研发生产经验，坐便洁身器行业标准制定者。顺洁，智能便座专家，开启如厕智能时代。智能洁身器是新兴的便后水洗清洁方式，因卓越的客户体验与显著的效果，在日韩家庭拥有率高达90%，近年来国内普及率也直线上升。便后水洗清洁比传统纸擦方式具有以下优点：一、水洗更干净，能够彻底清洁臀部褶皱处的排泄物，清洁彻底无残留。二、水洗更健康，温水冲洗，暖风吹干，避免了人体敏感部位与厕纸的接触。三、水洗防痔疮，温水冲洗能够彻底清洁排泄物，避免细菌滋生，解决您的难言之苦。四、水洗缓解便秘，冲洗水流润滑肠道，冲击宿便可以有效缓解便秘症状。五、水洗冲击肛肌收缩，促进血液循环，可有效刺激排便次数。六、水洗呵护女性，女性专用清洗功能，流动温水冲洗与暖风烘干，避免细菌感染，给女性更温柔的呵护。七、水洗方便特殊人群，老人及行动不便者只需轻轻一按，就能解决所有清洁问题。我们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智能坐便器行业的领军企业，掌握着智能洁身器最前沿的核心技术优势，双冲洗干可更换喷头技术。我们的产品均采用双冲洗干可换喷头技术，一般普通产品采用一干多用设计，在一根冲洗杆上集成臀部清洗与女士冲洗两种功能，存在交叉感染的隐患，对女性健康尤为不利。我们所有的产品均采用臀部清洗与女士专用清洗分开的双杆专用设计，避免交叉感染，且冲洗杆喷头可拆卸清洗，较一般的单杆产品避免了细菌交叉感染，更加干净健康。移动烘干技术，管式移动送风，出风口最大限度接近人体，有效解决了传统智能洁身器吹风温度高烘不干的尴尬。五重安全保护技术，产品依据中国用户使用环境，针对用水环境、用电环境、卫生间潮湿、水温过高等情况，开发了五重安全保护技术，保证了产品在任何环境中正常安全使用。日本进口产线，我公司于2013年与日本具有70年历史的著名高精企业日本 GRM 株式会社结成产业联盟，日本技术及品质控制权威专家入驻宁波，我公司智能坐便器产品全线产品采用日本生产管理方式，研发、检验、质量控制全面采用日本本土标准，极大提升了产品品质。顺洁，顺洁一直致力于设计和制造适合中国使用环境与使用习惯的优质智能洁身器产品，成为中国智能卫浴产品的领军企业，用创新的智能产品为消费者开启健康美妙生活。顺洁智能坐便器，开启如厕新时代。